迎收看鲍鱼游戏啊！啊，最近好无聊哦。嗯，老公，我最近好无聊哦。无聊个懒啊，不要烦我啦，臭女人。那你可以这样子骂人家，我很无聊啦，陪我玩游戏好吗，老公？老你妹啊，这恶心，滚啊！你再讲一次。OK OK， 老婆，我陪你玩，我陪你玩，你要玩什么游戏？没，我要玩那个最近网络上很红的鱿鱼游戏，不过啊，不急，骗是没的，要陪我玩吗，老公？我的奶这么大，你一定要陪我玩啊 ！OK OK 啊，我陪你玩啊，这个游戏很好玩啊，很好玩啊，很好玩啊！这样肥这样丑还玩游戏，鸡巴！谢谢老公，那我就去换衣服了。200万年以后，我背很痛啊！老公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，我美吗？要不要来擦我的鲍鱼？什么灵哦？你打扮到这样难看，你知道你整个打扮像什么吗？像那种垃圾桶捡来的那种乞丐呀、啊！妈的，整个丑到像脸一样，整个像鬼一样，鸡巴！你说什么？妈！哔哔哔！啊！我的懒觉！哎，怎么懒觉出水啊？哎呀，哔！我不是故意要打到你的懒觉的。Oh baby， 我们先来玩忧伤木头人哦。首先呢，我会站在你的前面，然后我会背对着你，然后你要在后面慢慢的走进来，然后我就会数，不过啊不急，变思密达，然后我转过来了过后你不会动，如果你动的话就会被我一拳打死哦，知道吗，老公？你要我打你懒觉也是可以的哦。OK OK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啊不急，变思密达。不过我不急，贝斯米达。不过我不急，贝斯米达。你动了，吹你的懒觉。我的懒觉。Come on, come on, baby. Come on, daddy. Come on, daddy. Fuck me, fuck me, daddy. Fuck me. Fuck you.哎呀，老公，我的脊背有点痒呢，你要不要来擦我的脊背呢？嗯，不过啊，不脊背是你的。咦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你的黑鲍鱼这么臭又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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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好吧，你不要也没关系，我有它。啊